己亥酉书画汉字远从山东来的段教授给咱们上了一堂宝贵的汉字解析，拍下了每张珍贵的画面。萧斯芬跟林语同及林语文在神元山一和盛堂。2019年5月25日下午5点28分，台南市，中华民国108年己亥年。两天一夜伙食团成长营。与其说来当对付，其实也是一起来学习成长。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己亥酉猪画汉字。远从山东来的段教授给咱们上了一堂宝贵的汉字解析，拍下了每张珍贵的画面。萧思芬觉得感恩，和了雷圈其他六人在神元山一和盛堂。5月26日上午7点38分，台南市。2019-05-25自己动手做午餐，大家使出吃奶的力量，噔噔噔噔，成品呈现。伙食团的孩子很棒，凭着一份坚定的道心，努力让自己成长的孩子们很开心，在这见识到大家的用心与认真。下午之闯关活动超棒的，同理之心加倾听之耳加大同之眼加正能之，真的让自己反观自省，学习正能量的散发，获益良多，感谢上天。晚上之美香灵任带领之晚会，有感动，有欢笑，有省思，有意义，激励着每位未来道中栋梁的心，更强化大家在修办道的路上更同心协力，更互相鼓励，更互相提携。萧思芬觉得兴奋，和了雷圈其他七人在龙林山步道。昨天上午8点26分高雄市。2019-05-26之伙食团成长营第二天，我逆中有你。借着爬山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希望三个孩子可以完成这次的挑战。谢谢三位孩子的陪伴。出发前的团照，萧思芬觉得正面积极，和了雷圈其他七人在龙林山步道。22小时高雄市，走不到一分钟就说好累哦，走在大小石头间一直喊着好可怕，走在直抖抖的阶梯上直喊脚好酸，还穿着拖鞋来爬山。虽然一路念下来，但在3个小时半后仍平安地走下来，没有赖在妈身上，靠着自己笑着走下来。这两天没让你留在家里是对的，相信在这座山给你难得的经验与回忆，也增强你不少的抗压性。妈帮你把征服第一座龙林山记录下来，期待下次的第二座山。 PS 看到 FB 的生日提醒，突然想到晨晨的生日，今天真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满6岁生日咯，接下来就是2/6多，期待那天的到来。https://www.facebook.com/F/F
R N I 等于 R 四十二 N Q F I G H A Y 四 H C Q 七千两百零四 X F X I I X small 四 Z。Kite Wolf's Feel 8 Underscorings 5 LEADS WN 2 ETNC 4 VNTN Strength 等于星号 F